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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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险，他把我踢开了！你是我的救命恩人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淼浩，我们回来我们的恐怖的马里欧了。但是我们上次是四仙关卡，这次有个一二仙关卡跟个三星一星关卡，我相信应该相对比较容易吧？吗？OK， 我们先来一星一下，那个三星让我有点害怕。蛇虫的雪山步登山步道，完了我不会念字，这什么滑滑的？哎呀，哇哇哇哇哇哇！这泡泡碰到冰，哎，好可爱哦，它在里面，让我来救你啊！它不行，不能用。它感觉是要踩后，我记得这是不是踩后面那个啊？这只可以，但另一只不行。看来泡泡地形并不适合这里。OK， 哦，等一下，噩梦的那个弹跳啊！完了。哦，还好，我刚以为我全部踩掉了啊！竟然是大象关卡哦。有点好奇这里面底下有什么东西。应该可以打他屁屁，来打打看。哎、欸，有了。哎呀喂呀，我的天哪！竟然是这个！一定要把它用掉。好了，啊啦啊啦啦啦啊啦啦啦啦啦！这里的地形怎么如此的复杂呢？啊啊啊！我以为可以从下面来，结果不行啊！边大边小 ，OK， the first one， 还有上下两条路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好可爱，但是很恐怖。哎、欸，给我一点可以吃的东西啦！完了，这是猫头鹰连击哦。不要不要不要哦，不要哦！我劝你是不要啊！该有那个了吧？火焰的吗？它好像比较快一点点哎。我们可以不要理它，其实。OK， 走！干嘛？你们很激动，你们真的太激动了，冷静一下。为什么觉得大象走起来好慢？OK， 这一个是吃到东西，但不知道吃了什么。我的，不是那个没有那个弹跳，我就输定了。王的 CEO 要被埋起来了，好可怜哦！啊，不知道我不知道我要去哪嘞。抛砖。哦，啊，可以上去哦。抛砖好猛哦！哎、欸，我刚刚顶在上面嘞、欸，我可以拿起来。哦，吃到了。我刚踩在那个香菇上面，它非常的惊恐。下去吗？应该上去了。
哇，紫色的那个什么好酷哦，有路易砖哎，这是什么酷东西？我要看一下。一块钱，就为了拿了，因为不是一块钱，是0.1块钱。啊！你走开，走开，走开，走开！虽然猫头鹰可爱，但是你走开。你也走开，走开。这什么恐怖的路线啊？哇，等下拼起来，快点快点快点，你先来，你先来一下好不好？让我打屁屁，打屁屁。OK， 打完了你的屁屁儿。为什么连在这里都在跑酷了？感觉这不是一星关卡吗？多吃一点哦。算了，下面不要吃了。Wonder Sea， 哇哇，什么意思？这里一定有炸！啊，没有到最高哎，他太胖了，刚刚没有跑起来。应该可以开通右边的食人花了。他被揍飞了，好可怜哦。Alright, let's see. This one, what is this? 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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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飞过来了，它是二星，哎呀，它是二星，这是三星，这个三星我们是不是该先挑战它呢？实在有点恐惧啊。 Let me see see 这个三星是什么样的恐怖法。哦，好可爱，什么意思？可他们脾气不是很好哎。哎呀，背景好漂亮、啊！哇 ，OK， 火焰啊，路易变身的样子好帅哦！啊，死没了哟！你们真的脾气很糟糕哎、欸，这是什么乱踢的东西？啊，酷包，哇，酷包制冰机耶、欸，这会实体化吗？哇！应该是要这样吧，然后我就站上去。什么意思啊 ？OK， 他还硬要走过去踢耶，这地有点滑滑的耶。Let it go， 妈妈咯，浪。哎，反正那个大象现在用不到，我们先把它吃了。有时候龟壳可能会需要，总之先拿着。看来是需要啊！他怎么醒来了？太快了啦！在我手上那么安好的地方，去吧！Oh my god， 这里好恐怖哦！啊！哇哇哇哇哇哇哇！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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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险！他把我踢开了！你是我的救命恩人的！等等等，好像要靠他走过来一点才行。哦，有了！好滑，好滑，好滑，好滑！以为是颗蘑菇。哇，这里现在还有救吗？不行。
下面那个人为什么被困在那里？他的用意是什么？啊啊啊！讨厌！OK， 哦，所以他这里是他自己的进入通道。他再不给我变大、变小、变漂亮，我就要死掉了。OK， 应该会有变大啦。哦，吃这个中继点原来会变大吗 ？Let's go. Let's go. You talk in English. 下一班，看起来很恐怖。Let it go. 很恐怖哎！哇哇哇哇！你下车要讲一下嘞。刚刚是什么危险列车？害我现在惊魂未定。啊啊啊啊！这是什么？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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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喂，你们脾气真的很差哎、欸！哦，斜的水管哎、欸，第一次看到。OK， 上来了，然后哎咻，滑这个地形，就为了这0.1块钱，害我以为是什么秘密地宝藏、啊，好可爱，好可爱，好可爱啊，好可爱啊，不要好可爱啊，好可爱呀、啊，你怎么那么可爱？我们可以推吗？我们不行推。啊啦啦，这个要干嘛？难不成上面有东西？嗯。好了，看来是没有，还是说我可以烧烂它？可以啊，这应该就是那个 Wonder Sea 哦。Yep， 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要干什么？为什么每次都从后面会冲来一堆 Manicore 嘞？可以下去了。这是什么糖豆人的即视感？根本不知道哪些地形到底之后还会不会在，很恐怖嘞！啊，我没踩到，那应该是其中一关呢。那个就是你可以在那里结束，所以这一关势必要挑战两次。好恐怖啦！好笑，他被插在那里。哎、欸，很滑，我很难过，而且好小一只。Let's go！ 那。啊。他刚刚直接说啊，你搞砸了呢！等下，这个虫师是从这里吗？哇哦，连龟壳都可以推哦，这么恐怖的吗？啊，我的火焰，你们这些坏人！等一下，我没有火焰，我开不了这个。前面有火焰吗 ？Oh no！ 我又要重闯一次了吗？我好难过。哎，所以他那个关卡里，我还真的不能先跳那根杆子哎。如果我要拿那个 Wonder Sea 的话，好迷哦。等一下，我觉得这我可以拿到啦，让我拿一下啦。
第一次走的水管哎，省掉了不少。哦。原来如此，但是我们是不是来不及了？好，他还蛮多钱钱的。哦，所以他另外一个硬币藏在这里啊，他是要从这个上面走啊。你们可以再推一次兵吗？哎、欸，他是直接重来了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我只是逛街一下啦。再滑下去哦，再滑下去我真的要轰掉了。然后这里是怎么回事呢？哦，它路线长得不太一样哎。哒哒哒哒哒。哎，它是，所以它是三颗没错哎。OK。没注意到，我以为是两颗而已。这是什么？竹小子的干发射门，所以他们叫做竹小子。好哦。为什么都这么滑的地形啦？就不喜欢吼？我们要干嘛啦？是要下去吗？不要告诉我下去就结束喽。Oh my god! Oh my god!我们是要一直待在这里吗？感觉他最后会踢一个汪德花之类的。真的耶！我刚刚一直在想说，到底要不要跳过去踢他，然后想说先等一阵子看看，结果真的是他一直在发红包。OK, 所以这一块东西，这一块右边现在还不能过去。好了，我们今天先这样子啊。虽然今天稍微比较短一点点，因为这个前面这个关卡算过得还蛮快的，所以今天比较短一点点。那我们下一集来看这个深陷鸟飞过去的，飞过来了，不是飞过去，深陷鸟飞过来了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先到这里结束，谢谢大家收看，大家拜拜。